英灵之刃，斩！该结束了。 你心里应该清楚，这场决斗没有真正的赢家。宁儿，你被人利用了，你所谓的前辈要的只是你的血脉之力，他根本不在乎你的生死。那又如何？这是我唯一可以复仇的方法。 家破人亡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。我忍辱负重至此，只为有朝一日可以报仇雪恨。宁儿，清醒一点，不要一错再错了，这样只会让你陷入更深的黑暗。我还有光吗？那你还相信光吗？ 天不设牢，人心自久。你能忍受黑暗，便可抓住光明。不要再亲手熄灭他们。另外，你所希冀的复仇，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。你也看见了，尘封的血脉能吞噬你的万兽血脉。 你说的对，但我已经无法回头了。该死！别听他胡说！是燃血秘法，陈锋，杀了我吧！我求求你杀了我！ 走吧，子渊。果然还是不死心嘛。前辈，陈锋，你以为光靠英灵之力就能完全压制轩辕血脉吗？殊不知，我轩辕家有100种方法可以催动它。哼！ 哼，没用的东西，把我培养这么久，不过，别怕，别怕，马上就不疼了。 有没有人说过，你的笑声很欠揍？真是精彩，这场游戏越来越有趣了。 已经这样了，就别。素元阵，陈锋想干嘛？走吧，子越。看来你的头脑不如陈锋。说得很好，下次别说了。他的境界，至少是。
醒武皇。陈峰，凤儿，为父绝不会允许你出事。陈峰，不会有事吧？圣女大人，陈将军吉人自有天相，会没事的。况且，从黑衣人刚才的反应来看，一定是发生了对他不好的事。对他不好，对我们来说不就是好吗？圣女，你要是不嫌弃，我的肩膀可以借给你靠一会儿。滚。是。陈峰，你知道你这个小机灵鬼给我造成多大麻烦吗？子越，带他先走。哎，为什么就是不听话？不听话的孩子可是会被关进小黑屋啊。子越，我没事。给我坐下。陈峰，现在可以好好听我讲了吗？